大王苏站到了。啊，这么多人，太挤了，走跳跳吧。不怕，看我的，锁骨功，嘿嘿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人家是榴莲味的。又这么多人，大功告成，拜拜。这也行，快去到了，快快快，还是老办法。啊，接住，轻松拿捏。哇，真是披萨嘞！哇，这就是中国功夫吗？过鞍减三，今天星期四，明天星期五，怎么还有外套呢？让我来帮你。你究竟想要干嘛？太差了！咱等会儿坐地铁时，千万不要打闹。什么鬼？对不住了各位。怎么又是这样？爸爸好厉害！这里装了什么？当然都是厚板了。这不能装。抖定。妈呀！这安检员真是够啊！是把画交给我，书本你带走。画画，今天画油条。当模特要坐好久，热个身先。不错，这歪歪扭扭的什么玩意儿？他确实长这样啊！救命，我腰扭了，站不回来了。这次换泡泡糖。不错不错。今天风挺大呀，这不是张白纸啊？没有模特呀。我这么大个模特呢？换萝卜总行了吧？这造型不行，看我换个流行的。挺好啊。谁家萝卜长这样？一模一样啊。像特带萝卜的我收啊。苏荡上画机，来份糖炒板栗。收到。看不到啊，看不到啊，都去哪儿了？好的，找到了。下去吧你。来份冻梨。开始。嘿，这次一定拿第一。来份关东煮暖暖身。怎么每天都这么挤？想泡更大的池子。这叫哪门子大池子？哇，这冬日美食也太赞了。派对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快快快。小心。你们也是去参加圣诞派对的吗？对呀对呀，快上车，咱一路。这下应该能赶上了。哥哥，我害怕。别怕，我来想办法。快停车，请出示驾驶证。给你变个魔兽。居然真的有圣诞老人。拜拜。圣诞快乐各位。 Merry Christmas。 看电影。我未来的女儿啊，我让她健康快乐就行。什么东西？太感人了。我最喜欢看恐怖片了，待会儿你可别被吓哭。苏苏，你胆子好大。就是害怕的，我啥也看不见。什么萝卜？胡萝卜。胡什么卜？你一边凉快吧。好嘞。怎么感觉身体空空的？快把你的垃圾都带走。人家真不是故意的。回家又要挨骂了。试卷。要的是这张满分试卷吗？不是不是。那是这张吗？是的是的。真是诚实的好孩子，那奖励你一套学习资料。你掉的是这个吗？不不不，那是这个吃剩的吗？不对对。哦，真是诚实，这份豪华鸡腿桶也送给你了。哇，还有这种好事。马上就有大餐吃了。是谁这么没有素质，在上面乱扔垃圾？情况不妙，告辞。魔术大赛，听说他要表演隐身术。我才不信嘞。去哪儿了？找不到我吧？看我的！
变。嘿嘿，好棒！大家好，压轴选手肯定很厉害。你觉得？嘿，哟呵，完了，变不回去了。那个，可以来帮下我吗？来啦！不对，是不对，萨菲斯，就这个造型吧，不信。什么鬼？期末考试。还好我早有准备，要不吃勤学草还是看不清了。完球了！不好好考试就给我出去！老师听我解释啊，一题也不会写啊。谁出的怪题啊？这边这边这边！我裂开了！给我奥特！意识不绝就选 C。糟糕！给我好好反省。要认真复习诚实考试啊！儿子，我淘到个宝贝，这下就不冷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！老爸你，爸爸，我想吃。咱不能再吃这么多糖了。我不管，我就要吃。宝贝，别哭了。给你这个，嘿，哈，危险中出现了。快快快快进来。老公，我回来了。孩子们，今天怎么这么早？都给我出来。你们都在家造反呢。食物看看，冻死我了。可以借个火吗？当然可以。这也行。这么冷的天，当然要宅在家里。什么东西？好天真不好了。我不要出门呐，我要回家。怎么这么冷？想知道冬天的保暖秘籍吗？是什么？你去帮这个奶奶，我就告诉你。这还不简单？现在是不是觉得暖和多了？现在。喂，我这刚过的马路，是谁把我推回来的？春运坐车。家人们快上车！来了来了来了，终于回家了。这谁啊？这么胖？为什么要扔下售票员啊？尊贵的 VIP 九级饭团先生，我来了。车辆已报废，请您步行回家。不要不要，我要坐车。快快快，车来了！车门已关，请大家坐稳扶牢。怎么出这么大？什么味儿啊？给我看！人家只想回家过个年啊！孩子们，快去上学了！昌盛、今天我就开始减肥。这句话我都听了100次了。嗨，我是你们预约的司机。来了，出发！蛋黄酥小学到了。这车太舒服了，比上学舒服多了。再给我说一遍，老师，你给我解释。今天你来送孩子上学，老爸，快去动了，有计划。儿子，走你。呀呼！什么东西啊？过马路还敢打球？真是躺着也中枪啊！救命！救！天哪！怎么办呀？都快闪开！果然还是苏苏聪明过人。有人喷水了！来了！哈！下次要小心了。又有人喷水了！怎么一种人喷水？滚了！救人要紧。孩子们，都看到没？咱的移山计划可就要靠他了。